本是够开啦。你昨天到几点？啊？我到正十点啊。正十点啊？你今麦十点嘛？应该毛十二点钟啊呢？啊，在。OK， 来。哇，超贵啊啦！又困这久啊，体内酒精还是这么高。我跟你讲吼，因为你体内酒精超过0.25，你即摆用涉犯公共危险罪啊。我早餐更加一个零点八，你可以吃啊，不要多讲。